Hello， 我是你财爸。财爸妈，我们今天要来参观这个夜道城的，但是呢，第二次我发现这边有夹子。哎、欸，头一招哎、欸，我们前两年来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小小一间的，看活动呢，它就是夹三样呢，就可以让你抽四榴弹。另外呢，它的是有奖品，有红奖、蓝奖跟白奖。好，那红奖最大就是上面那个大娃娃，还有一些夹送的，夹送的活动。嗯，然后我们刚看一下现场有几台啊？娃娃机的是4台，然后小娃娃机的就8种可以选。对，但是我们刚看一下，其他保价都蛮低的啊。哎，那我们赶快看看有什么可以选。对，去试一下吧。这个差30块就保价了，那我就讲这只熊。啊，不是讲前面那一个？哎，它都超远的，这个是不是要保价才讲好不好？这么高哪得得到啊？这飞宝，飞宝不出的啦。还要碰到手爪，这玩好玩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我夹这个黑色，夹就宝夹喽。宝夹要哪一个熊好嘞？啊，这样也夹不出啊。没有力耶。真的飞宝不出。你想要哪一个？可爱吗？对啊，那粉红色的好了。紫色的。紫色的。宝夹都夹不出。夹还夹不到嘞。对准一点，对准一点。可以啦，消法很勉强的夹法，有消了吗？消了，消了。你这个在挡板旁边呢、欸。我们夹头看看，看会不会夹夹。如果没力了，没力就算了，感觉没力就下一个。对，正正夹看看。夹你的头。哎，感觉，感觉可以。好，再来。哎，看到了。哎，对，是100块保夹哎。那这样才0块哎。可以吗？会补吗？不会补啊、哦。好吧，算了。整个这边都是熊，那我现在夹这个熊的钥匙圈。哎、欸，这很小只哎、欸。你就先看它前面的会不会直接勾到出。我先正正夹好了。它有没有力啊？哇，你夹到哪里去了？那可不可以甩爪？甩一下，好像可以耶。但是它碰到都收爪了、啊，没有用啊。多少保夹？差40块，才100块就保夹嘞。所以我们都在玩保夹。啊，不会吧？保夹这样还差九块、哇，差很多哎！哎、欸，这样，哎、欸，划算划算，这样就三个了，三个就可以抽一次奖了。它是原创狮子精哎！哇，哎、欸，而且要60块保夹哎。对啊，其他我们都是夹那个蜡笔小新的，现在是有看到。来，找一个看看。哇！他遇到高手了。你可能要夹薄一点。来，捏，对，就这样捏出来，好捏，这样丢回去啊。哎，也可以耶。你要打二楼还是一楼？也可以，哇！来，站这边，站这边。要捏的捏头，捏，对，就这样捏头就对了。好了，到了。我指甲指圆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原来是面子哎。面里面是放面子，然后它也是60块保夹。差10块就可以。来，我差了10块就可以抢。哇！全包就好了，是吗？对，哎，用捏的哦，这一个，原来是用捏的啦，用捏的，那你要捏前面的头，好捏，出来了，头差一点，那这个要全包了，让它甩出来，其他让它甩出来就好了，这些真真假的，对啊，甩出来吧，哎，这边有长爪模式哎。保夹超低了，看一下剩多少钱？差20块是吧？对啊，30块保夹。怎么这么好？这样子一套20块跟他买衣服。来，我再看看喽，就上支架。啊，你没对到。还能对喽。再来，10块钱保夹啦。保夹。就夹你想喝的饮料吧。接到了。再来，再10块，夹这一个松松的位置应该比较好对准。容易夹，有了，可以哦。哎，再来咖啡，前面
水。保什么？是他们夹子圆的，还有伸到那个标签。其实他也没有亏啦，这本来就是感觉免费的水，对不对？亏。那我随便夹啦。对啊，什么都要讲出来，这讲好玩的。来来来来来，小朋友就可以玩了，对不对？啊。练习甩爪，哎、欸，这时候可以练习甩爪，欸、前后前后，欸、对对对，练习甩爪。会不会觉得我很烦、啊？好了，算了啦，真正讲好了。好啦，两瓶就走。哎、欸，这样也可以消饱啊？对啊。哎、欸，有啊有，哎、欸，没消耗、欸。这个是他们的食物，是不是？还是你这样就没了？啊？有啦有啦，你这正正讲好了。好吧，夹在后面的吧。好了。有，消了啊，消了消了消了。好，三瓶。好，我们用抽的。还有十，还有很多。十一。哈哈哈哈哈。这样可以转几次？谁三样有？十五。还有吗？没了，没了，少付的，没有吗？十五样，刚好几次，我们再放到袋子里面，再放回去，你要放回去了，好，先转，来吧，抽大奖，对。你运气不好、哦，我们得不到上面那个娃娃了。基本上就是换香味券跟摸彩券，还有其他大奖可以抽。哦，香味券，好，谢谢。他们交完了，总共交了五次扭蛋。对啊，那店员就说你怎么那么瞎、啊？五个都白酒。我们没办法，我们没办法拿大的给大家抽了，对。我觉得这边的是还蛮简单的。好。今天要拿四家东西给大家抽奖啊，然后问题呢就是我们今天来讲。这边是什么地方？对，好。哎。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记得订阅订阅。好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